不要哭这句话更容易哭。我想我跟琴之间有数不尽的回忆，从同学到朋友再到搭档，能与你一起拼搏羽球生涯的最后，我想不管过了多少年，在传奇球星李扬的退役仪式上，主办方邀请了他的三位好友来进行一场特别的单打比赛。三个有点太震惊，还有人紧张。不是你，不是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就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on my left, 李扬。On my left, 李扬的前男朋友们。两位，那个麦克风要记得拿起来，要讲话。等一下，现在有点太和平。你确定？两三三两。对李扬讲的话，其实我跟他其实没有说很多话，就是他大概知道我不太会表达，可是他知道我的想法大概是怎样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们以前也配过这样子，他大概其实都大概知道我的想法。第二位是我们的李哲辉选手。1 2你赚的分数太少，我花了，再赚多一点。
Sober for all. No, no, I don't say it. Hey, 还好你身上没有收音。哦，好。Five, four.我现在比出背上拉锯了，我只有一分的差别。随着这场比赛的结束，李阳也将正式告别选手的身份。我们也来听听球迷怎么说。我觉得他是很特别的选手，因为比较常看到就是那种后场中炮型的选手，但他是，我觉得他是在前场就是可以把球都分得很漂亮，然后在前场的速度也都很快。希望他未来一切顺遂。连续两届奥运，李阳王麒麟带给我们的快乐与骄傲将会一直被球迷铭记。这几位球迷的话应该可以代表所有台湾人的心声。李阳，台湾有你真好。李阳，台湾有你真好。